早安。今天名古屋依然在下雨，然后看起来一片雾蒙蒙的。那 APP 说26分钟后会停止下雨，希望会停止，不然拿那个雨伞很麻烦哦。今天名古屋早上超级冷， APP 讲的没错，雨停了。然后现在是9点半，我们要去川崎川四季之道看樱花。冰吹雪。冰吹雪。我们每天都会走这个八号出口下去，距离饭店就是5-6分钟。我们今天要坐鹤舞线往丰田市这个3号的方向，无尽的楼梯。这里看起来好像比较偏远。Book off。这边有 A 还有 C。过这个桥吗？不确定。好，找一下路看看。超大圈的。刚刚觉得应该不是那个桥，我们现在往回走。那我们刚刚就是从这个地下铁出来的，然后现在往反方向走了。饺子王，看到饺子王就对了，看是不是前面那个横向的往左边走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十字路口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走这边过去。我已经看到樱花了。然后这边过去，过这个桥以后再左转。他说他是开始凋谢的，所以可能会没那么茂密。没关系。很乡下的事情。不是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很日剧的街道。那就过这个桥，没错，跟刚刚讲一样。然后这边哇，都是樱花。对啊。对啊，这边就是住宅区，地上都是满满的花瓣，樱花。我们现在在川崎川看樱花，那这边其实旁边就是人家的住家，所以也是要小声一点，不要打扰到人家。然后这边我们这个川崎川，它的旁边就是。都很多樱花，但是现在今天比较冷，然后又很风，看能不能拍到这个樱吹雪。一个人的头上有两颗樱花瓣，好可爱呀！现在樱吹雪，现在继续往前走，走到另外一个桥。哦，我们刚刚从这边走过来，然后我们要过马路到对面去，那边。站在那边可以拍两边都是樱花树，这边再过去，这边后面更茂密。那如果没有工程的话，我们就会走过去。现在就打算先算了。嗯，很好看的。嗯，拍的，这样讲。嗯，这川崎川四季之道的观光路线。我们现在走在河川的另一边。从这样子看也是蛮好看的。我们要去那个鹤舞公园，日本百大赏樱的鹤舞公园，现在应该是满开。这边是有樱吹雪的，就是要它开始凋落。嗯，然后这两边都是人家的住宅。刚刚那个在施工那边那一区是叫做瑞穗公园。这边可以整个二的往前。嗯，就这个山川崎川一直往这样子沿着这个川崎那个瑞穗公园走。像那个樱花隧道，因为现在有在施工。对，现在今天天气特别冷，十几度而已，嘴唇都好干哦。好，我先来擦护唇膏，待会见。他发现对面有一棵树，它好像倒了，感觉。昨天看日本的新闻，他说这个树很多都是六七十岁，
对，都是很老了，所以要修剪那个树枝，要不然它会养分会比较少。这个是哦，奶茶，热奶茶。因为我的手好便。那我觉得日本贩卖机这边都有回收的垃圾桶，很方便。哦，这人家午后的红茶，是另外一家用。啊，赶快喝！这边有一家书店，然后这边有那个贩卖机，还有回收的垃圾桶，就在这个三号出口旁边。那这边楼梯也是很多，但是有一些出现手扶梯，应该对，往上的，往下还是要走，应该是这附近比较多老人居住。好，我们坐鹰通线往泰格通，哎，上面就有11:21。有一个很薄的墙，不是啊，它是三角形的。鹤舞公园往4号，那我们一样走这边出去。好高，4号，好长哎，是不是？其实楼上面在过马路啊。好，开始爬楼梯。哇，蛮长的。哇，赏樱舞台。真的。直接出来就是公园，现在来到鹤舞公园，有很多舞台，在这边，然后噔噔，这边就是樱花，这都已经是新芽跑出来了。简单看一下就可以去试教自己。好啊，然后这个地上都是满满的花瓣。前面有很多哎，我们现在这个是在公园外面。纯阴是什么？垂阴。垂阴哦，哦。粉色的垂阴。好，去前面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在鹤舞公园。然后刚刚出地铁站的时候觉得哎好像没什么樱花都掉光了，但是现在看到后面哇超多樱花的，有没有？在这边拍一下照感觉不错。这边有一个好大的喷水池哦。这湖旁边有很多这个餐车哦，在郁金香前面，然后那边有一台好像军卡，看起来很帅，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对面这一栋不知道是什么。高级可丽饼，这看起来好帅耶，但这一台好可爱，冰淇淋车。怎么闭了？这不知道是不是要买他的那个啤酒才能在这喝？哦，前面那个卖啤酒的五鹤公园，前面有一个通信塔，这个蓝天很漂亮啊。对啊。哇，鹤舞线的地铁，这个壁画好漂亮啊。龙的生地下街，我们现在要去找胶子鸡，然后那个是有很浓郁的蛋黄的亲子丼饭。好，我们去找一下。刚刚只是想说走左边，结果哎，
左边就是新光三月。刚刚在 B2， 我们走一楼看看 ，Loft， 外面好像很热闹哎，对啊，哇，现在天气怎么变那么好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我们都要走了吧？哦，好像有，我们昨天就在前面那个松板屋吃鳗鱼饭。那我们现在来这一间吃亲子丼饭，七楼，鸟开总本家，好大，你这样看起来很漂亮哎，嗯，很时髦。我们到了七楼，这现在就有很多餐厅的味道，好香哦。这里还有韩国料理。这个对面好漂亮，这是什么台湾料理啊？哦，台湾拌面。台湾有拌面吗？类似那个干面。哎，那我们来家的。好，我们这个手扶梯上来，要往回走。哎，它在很角落的地方哎。哦，后面还有一区啊。现在是好像是1点多，这都是在排队的。哎，不是，看错了，我们的店在前面。这家哇，来坐窗边，这是名古屋还是这个其他东西哦，一个 set。那这个就是人家大型的这个。哦。お持ち帰りですか？お持ち帰り。じゃあ単品で一本からできますので。あ、はい。例えばこれ冬なセットのは冬このよ同じサイズですか？いや、チェンジもできます。これあれとこれを変えてもいいし、これとこれを変えてもいいので、これ面がちょっと変わってきますので。あ、じゃあこのセットはこれに。はい、はい、ですね。はい。特選の金賞ですね。はい。特選金賞一つ。はい。那我们刚刚是去吃哦，这个，来，这个是另外一个 set， 夹夹看蛋黄，很绿哎，嗯啊，你夹夹看，好像不好夹哦，哎，要破掉了。不会夹，那这样没办法。鸡肉好嫩，然后蛋黄很香，嗯，很浓很香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分量感很好。嗯。解腻。账单。我们刚刚吃完的鸟开总本家，超满足，非常好吃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对面的 Sara 逛一下，这很漂亮哎。花吗？对啊。他们限定的吗？真的。
来去 loft 看看，它在3楼到6楼，3到6楼。好，这边有女朋友之前在东京买的伞，都好可爱，太可爱了吧？嗯，这很时尚啊。对，这个很可爱，东北，它是不同的。每一天，现在从星际大战直接跳到可爱风。礼拜六，相对。礼拜六，嗯。而且还这边写我恨礼拜一，这也是我恨礼拜一。这个也很精致。嗯、啊。12生肖系列。有公鸡耶。好可爱。那这个里面是有纹路的。那每一个纹路都不太一样。这很复古哎。对啊，就是他们复古餐厅，可爱嘞。嗯啊。有小鹿，那你就泡茶以后，它就是会那个挂在茶杯上。原产国名叫做斯里兰卡。嗯。斯里兰卡很好的。这个是放茶叶的、哦嗯、那我有两种图案摆在一起像书一样，好多咖啡器材啊，这个感觉不错，好多保温瓶啊，还有这个超小的，这喝一口就没了。嗯，他们日本人之前买、嗯、啊，这边还有这个，啊，这个也好可爱，这好小哦，大买梦哦。嗯，这个很漂亮，它还有一个房子。嗯，来逛文具，都是文具。打开都是花。现在是母亲节游戏。哎、啊，真的。这是什么？好可爱哦。贴纸哦。嗯啊。贴我的行李箱。神。Oh my god， 神。哎、欸，我刚才一直还没看出来是神。嗯。这个是什么？猫，小张的小猫。哦。这是熊吗？对啊，熊。这个一张都是350日元，这边这个单买这个卡片，应该也是会动，对不对？会，它会动，有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看它人家的 demo， 人家 demo 是这样用的，很强耶。对啊，好漂亮，好强哦。它下面还很多啊，这个还放烟火。嗯，很多动漫角色，你要不要送你？嗯，是冰掌。对呀、啊。嗯。还有那个，嗯，冰掌。对。好多大人的图鉴。我们不是。后来说要在文具店买一堆。对，然后后来冷静全部买去在939。对，那、啊、这个都这也卖多少？330。这就不用做蜡封了，直接贴了。超可爱的啦。嗯，这多少？360。很漂亮。嗯，这是湿热冰吧？好可爱哦。湿热冰的马夫衬斗，还有卖很多缎带花。为什么放反面？我不懂。对啊，好奇怪。可是它的告示牌在粘在另外一边。嗯、这是色纸哦。日本护照的造型，诶、欸，庆祝你毕业。对啊，我以前想这种东西。那你先买一个、啊。我是一起。限定的。这个好可爱，爱吃饭团。这个很可爱。跟手提袋。可爱。嗯，老虎好可爱哦。吐司面包小偷 ，Remnant 又出扭蛋，电梯一定，蜡烛烧这个，然后让它融化。对，这边有各种的蜡颜色，嗯，工具啊，各种的蜡，
上面可以做好多事情哦。对啊，上面是蜡封，就是幸运草啊、花啊，蜜哦，这个番茄膏精密一点，很多蜡封，还可以做彩色的。蜡就是刚才有好几种颜色，你可以用互相融在一起。棉片夹吗？嗯，可是它是缘分的。还是要问他看看，使用废弃物做的圆珠笔。这边扫货买一个装什么笔，都很好写。真的、哦，工程用的笔，非常多的收纳包。我打开练笔架。对啊，非常可爱呢。对呀。那是给小朋友背的吗？没有啊，这是电视。哦，又出这个铅笔盒。这边有雪纳瑞，它是零钱包吧？这边有卖这个看板，有八种，一个700块，好像蛮有趣的哦。好，但是你马上两个抽掉。对啊。剩两个而已，蛮可爱的。我们抽了最后两个来看一下，里面是抽到什么？哇！哪一个？后面的底座。哦，阿兹勒多雷科多纳啦。哎，它后面是印章哎。嗯啊，太可爱了吧，很可爱哎。嗯。我们来抽另外一个，看会抽到什么。方形的。哦，这个先看一下它的印章是长这个样子。哦，这好可爱哦。野菜哦。它这好可爱哦。对，长这样子。哎，这好可爱哦。嗯，好，我们来到六楼。哦。哎，这不是我的那个绳子吗？哦，不一样，上次台湾有卖这个牌子。Sandal， 这还有卖山西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它真的卖很多东西。真的，这台收音机也太酷了吧！这是复古的，那很漂亮，29,800。嗯，也有卖好多这个曼哈顿邮差包，在这边很多手机壳，然后它也有卖 iPhone 11。想帮我妈换一个壳，换这个透明的吧。好，我选这个耐冲击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破很旧的，这个零钱包。然后这边又有零钱包。嗯，感觉好像很好用。对啊，我觉得黑色比较好看。黑色很耐看。黑色很有那个日本银座的时尚感。对。也有卖拼图哦。你看这个，昨天没有看到，这是在躲乌鸦的时候，这边发现，哇，这个是魔鬼克星，太酷了吧！魔鬼克星呢？小酷，有一些少量的扭蛋机 ，Ken Eleven 的扭蛋系列，还有一些抽卡。这个新的联名，联名一堆，还有这个是怎样？里面还有附荡秋千哦。这是米菲兔吗？对啊，粉红色的米菲。哦，真的。这个我没有买它的贴图，这是杯垫吧？嗯，这很好笑哎。我觉得是杯垫。这边还有它的娃娃，找球有五种。这个是什么？拉面外送哦。嗯。这个是便当袋吗？这没有，这就废物袋。哦。2000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用。对的，好多很实用的小包包、小袋子。我们出来了，我们再去逛下一栋。这边在盖工程，但是他们这个塔吊是银色的，看起来这样比较坚固。来逛一下，嘎嚓嘎嚓，好像蛮大间的、哦。超小的扭蛋机链条，哦，这个是多少？500日币。这有些昨天我们在那个有看到，小叮当的道具，很大间呢。哇，这边都是，这边有这个手风琴、口风琴，对，感觉蛮精致的。这个是500日元。哦，那个
穿加身吗？好像是，而且它是布标绣的，很漂亮。要不要这个？鸡蛋吐司还有松饼的包包，这也是小包包，还有日本邮票的，也是放小零钱包什么的。这个口罩盒，然后是可以背的小背包。对象商品，哦，是这个，这个现在正在办活动，这都是动漫 IP。然后现在这一边这一区就是万代这个 Premium 扭蛋，但它一个都是比较贵的，然后它比较大颗。可是它只要哦，像这个青蛙一个就要1500哦，对，要花1500买青蛙。啊，这很精致啊。然后像这个，这是我推啊，哦，东京复仇者的，这个的话就800块。已经做到第二弹 ANA 的食物，这个台湾没看过吗？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吃那个章鱼烧，鲷鱼烧旁边的章鱼烧。对啊，叫什么银翅郎？银章鱼。哦，这个是3合1咖啡，萨利亚的，是不是第三弹？我们还扭昨天这个 ，Go Go Go！ 蓝色的，小瓶的。嗯很可爱啊、嗯、是中间的吗？这个是叫什么？一只眼睛的。嗯，紫色，紫色是不是一样的？一样的哦，哇，一样的。嗯，又是一样的。嗯，又是这个。嗯，好吧，来逛一下 Uniqlo。好，我们来买几件内裤，这个我之前买蛮好穿的，然后它一件是790，比台湾便宜很多。来买袜子，一双390，三双990。好，我们就买三双，大约合台币是209块左右，便宜啊。这个衬衫不错吧？这是外套还是衬衫呢？动感外套。嗯，速干。感动外套。好像轻量速干呢。穿穿看好了。嗯。